好，最后一个问题呢，您觉得重新打造捐赠会员活动的名称，改为 Circle 我们服务圈，或 Visa Program 我们服务活动，这个想法如何？这个想法将会更加紧密的与狮子会的服务宗旨联系到一起吗？我的主张是不要改，不要说啊 Visa Circle 或是还是 Visa Program，就 Visa 两个字强调我们就好了。对，因为这个 Only Visa 已经用了一段时间，大家熟悉了，而且不要太有效，这个简洁有力，Visa 就够了。就这样。好，那这样领导，好，那我们先感谢我们这个李国际理事，谢谢庄教授，来，而且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总会这个派来这个我们片丘唐鼎来主持这个环保活动，谢谢，我们谢谢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coming to Taiwan，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